係咁講。哎呀，哇！我都頂唔順啦，每年。真的假的？真的。你放下去啊。来。啊，先我不怕你的，先我不怕你的。来，来就来。我们看看谁时间长，好吗？我一定会赢你。Okay, 一。真的看一，看位置。二。三。我们应该说什么不要管这个我们应该说什么我已经开始了你要访问我的我不是你访问我们哎 OK 啊我访问你啊你平常去旅游反过来平常去旅游有没有就是买放下去这样一直动它是不会来了吗、啊、买一些东西回家我想买所有的鱼回家买去干嘛如果我想我家里弄一个那每天就可以这样弄那我就习惯了嘛邻居就看到嘎嘎嘎嘎我没有邻居的因为我住在48楼、哎、你没有答我的问题你平常真的有没有去买一些就是啊装饰品啊那种有你呢、啊、你呢我也有的但是大件的我不会买大件太重 了对之前我上个月来吧来到这里的时候我看上了一个就是水瓶很漂亮的就是那些风水的那种好很漂亮的但太大了下次我回去替你带回去不很大的因为可以托运就托运也麻烦是玻璃的是玻璃的有保险吗有保险的就破了就可以了家居仿佛就是个人精品店，每一个角落放上精心挑选的摆设，无论是家具或装饰，许多东西都是生活印记，包括自己的喜爱和收藏。女生梅梅坊是美容和水疗的集中楼层，只开放给女生，男生止步，就在商圈顶楼，自成一格。吉隆坡是水疗新兴地带，种类多样化，这里照顾女生美容上的不同需要，就特别开辟一个女生的私隐空间。再次郑重声明，男生止步。地方呢，就是举行过很多的那个展览会啦，还有发布会了。那我明年的表演都会在这里，相不相信？明年什么时候？2月7号。哎呀，是过年的时候，我会在这里表演。选2月7号。2月7号呢，其实是我妈妈的生日生忌。哦。因为她去世了20年了，所以我想趁这个日子啦，就做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东西，所以选了这个日期来筹款。哦，那为什么要选这个地方？这里都比较开阳嘛，就是你看。对，这里很大。对，它从正门口一下来，就是看到这个地圈圈很抢眼的咯。然后呢，就是那个Spanish Steps， 这个就是单单那个地方就可以坐500人。就是这里啊，这里、然后连这个1000，我希望是可以有1500人以上的，那可以筹多一点1000块。一定会的。我希望啦，希望，因为我要在这里跳舞，不简单。有压力吗？有啊，因为我比较平常，你以前看我演出的时候，就很多年前呢，我就只是唱歌，我很少跳舞的嘛。那对我来讲呢，这个跳舞是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了，所以真的是蛮有压力的，而且是肚皮舞。哇哦，厉害！我觉得当演员当了那么多年了，我感觉是挺辛苦的。那你是拍戏，不是当歌手吗？没压力，我没压力的，不是歌手，我说是演戏。演戏就没有压力。也是时间长，然后就太多太多事情要，就你一定要很反应的很快。反应快，反应快。你如果你正在给你在那个舞台上面，你是要怎么样方法去？譬如说要唱一首歌，那你会不会好好的准备啊？还是会不会？我会的，我到现在为止我。明天要唱歌，我一个月之前知道的话，我就一个月之前就念那些背歌词，我真的容易六词，我感觉就是当演员是挺辛苦的，真的挺辛苦的。那你就不需要没有压力，但是挺辛苦的，就不用减压。没有啊，我不是减压，就是可能有时候拍戏拍得太累，睡不着。
很累，累到睡不着。我也试过吗？以前试过，现在很难了。我常常是这样，然后就回家，然后洗澡，然后就看，但我喜欢车嘛，就看车书，哦，头车的杂志吧。对，杂志，然后慢慢哦，睡着。那这样子，我等一下带你去个地方。哪里？也可以去喝喝东西啦。啊，好啊。还有看看杂志啦，我们还有时间吧？看看你的表，有，可以去。好。品味人士的集中地，每每到了下班后，许多时尚的男男女女都爱到这里流连，就像是香港的兰桂坊一样，这里可以感受到城市跳动的脉搏。在这个世界级的休闲购物商圈里，集合零零种种的时事，以及卡拉 OK、 戏院、健体中心，每个人总可以找到自己那杯茶。你杯嘢咁嘅？买了。你知唔知咩名啊？喂，你刚才不是说雪崩吗？哎，对，我们要用普通话的。真的满了，我们有没有东西吃的？有了，叫了，点了。点呢？那个是什么 ？Strawberry。我想试一下。你不介意就直接吸吧。好。享受吗？哇，有点酸哦。但是我觉得现在经过这么多圈了，我们走了好多圈了。对，走了好多圈。还好去的那个 fish 那边，把我的死皮都去掉了。你现在是不是挺累？好累，所以要想带你去那个脚底按摩。又是享受是吧？也是享受啊，但是会不会很痛的？我很少做这些。不会的，试一下啊。其实我这个人，你说享受了啊。也有时间享受的，对。你享受是最大的享受的什么？最大的享受就是跟家人一起。哎，跟我一样。哎，我刚才也说过。那你先说。我是跟家人，就是其实也不用多讲话，就是感觉在一起。但是他们平常会嫌我说话太多，所以就是不用怎么开圈，就大家知道明白对方的要求。那可能那种感觉很好，可能你跟我应该的想法差不多，因为我看到我的家人开心，看到他们开心，我自己心里也很开心，这个是无价的，你用钱买不到的，就是享受他们的开心。对，享受他们的开心，他们快乐我就快乐。这个是吃这个一人一个，好，来一个先锋，选了，选了，我选这个，先吃甜的吗？是的，其实这边是马来人。过年的时候呢，哇，好味道，这个也是享受。那我，应该少应少。哎呦，你看几百年前的，不是几百年前，这首歌我真的小时候听的吗？已经刻在我脑袋里面了。其实我很幸运，啊，一生人会碰到一首好歌，一首对，也是一个享受，能唱到好歌。对那你？我听你会在唱歌呢，什么时候唱歌给我听？卡拉 OK。等一下吧。卡拉 OK。我明天就走了，明天5点钟起床，6点钟出发。不要睡了，我们直接去唱歌。1, 2, 3, 4。OK 啊，是全平台吗？可以啊。是全平台的，来。现在我在学一个课程叫享受生活。那通常呢，我们的腰部的下面这边会比较累一点，所以我们就放松一下，享受一下轻松放松的感觉。好舒服。就画大大个圆圈。OK。
可以放松一下。然后我们就要弄给它漂亮一点呢，就加一点手 ，OK？ 那我们的手呢，就从这边，我们从左边画去右边，关走，然后开，画一个大大的圆圈，大大的圆圈，然后再来画小的圆圈，那个脚就关小一点，画一个小的圆圈，好。然后再画一个圆圈，有前面的，有下去，好像 U shape 这样，前蹲，好，这样我们从大圆圈做起，大圆圈，哎，还没有蹲，一个小圆圈，一个圆圈跟下去，想做就去做。好像跳肚皮舞这样子，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好的享受。爱遐想目前善款数字是马币55,300元。我就投入了，你呢？继续投入你的爱，你的善款。我最忙的时候，我是连续14年。你做了14年，连最忙的14年里面只放假3次。他愿意牺牲娱乐、休息，甚至见好朋友的时间，他的投入肯定比我彻底。有赢面珠咧，对心理上咧就有啲打击嘅。觉得自己最大的成就是什么？有吗？我最大的成就是认识到你了。